超香的、欸。哇，这个声音也太美妙了。这一次的话，他还有一个新的活动是说抽钞票。他说钞票后面的末四码哦加起来的数字，可以直接换等量的蛤蜊，或者是梅花猪，或者是小肥牛，干超爽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999？哦，499，那我们就弄这一张啊，9499这样加起来多少？31，所以我们可以换31个。那我们换猪肉，对，我们换猪肉票。这一次我就是打了他这个新菜单来的，选择障碍救星，什么都有，牛、猪、鸡、鱼、菇菇、蛤蜊。你这一锅喝下去，应该等于说喝了一个月的险金。大家好，我是德瑞克，今天来到了新竹，好久没有到新竹拍了。那今天会有一个久违的嘉宾，等一下拍给大家看一下。哇，先生，我的车到了没？睾丸王终于出现了，暌违了一年，他终于出现了。居然等了一年，你才出现，你才准备要上镜。走喽，今天去吃火锅。哇，我们又看到外星人了，他居然连新竹都攻占了。大家好，在这边。那这边的话哦，今天我们来到这一间，然后他有一个新的活动哦，他就是等一下你先抽，我们先找一张钞票。他说钞票后面的末四码哦，加起来的数字可以直接换等量的蛤蜊，或者是梅花猪，或者是小肥牛，干超爽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999？找一下你的这一张是吧？等一下，你帮我拿着。哦，干这很大哎。9499，那我们就弄这一张啊。9499这样加起来多少？31，所以我们可以换31个。那我们换猪肉，对，我们换猪肉票免费。然后老板是说，他是两桌为一个单位，等于说如果你开两锅，你可以玩一次；开四锅，你可以玩两次。那其实很划算的。走。这一次我就是打了他这个新菜单来的，选择障碍救星，什么都有，牛、猪、鸡、鱼、菇菇、蛤蜊都有。两个出马，搞完王外星人，外星人现在休假超爽。你说这个叫什么锅啊？蒜头蛤蜊鸡，爆炒蒜头蛤蜊鸡。哦，所以他先弄麻油加那个。它是芝麻香油，然后洋葱。洋葱先去爆香，然后这边里面是蒜头加鸡腿丁、鸡腿肉跟蛤蜊。OK， 哇，好香哦，超香的耶！哇，这个声音也太美妙了。你们的卤肉饭看起来好棒哦，超赞的，对吧？哇，南部的那种甜甜的肥腻。好爽哦！来来，哎，好，开了，第二张，这是弄高大牧场的这个鲜奶，哦，嘿嘿嘿。哇，你这一锅全部都是蛤蜊耶！这个就是刚刚你那个钞票那个送的31件，全部免费吃啊！我们的餐点都到齐了，这个叫我们点了两人套餐再加加点哦，这个是。与龙共午餐，你看这边还有龙虾，上面的话是有，这应该是牛哦，牛肉的，然后还有猪肉，全部都有。然后你看这一个，选择障碍的人就要点这一个，什么都有，有香菇，有鸡腿，有肥牛，有猪肉，有鱼，还有蛤蜊。选择障碍的，好了，我们开吃吧，免费的就是直接吃。这样超口超爽的。超爽的，我靠！好嘞，哇，弄好嘞，弄好嘞。它的这个什么与龙共舞的餐啊，下面是龙虾，然后加很多什么白虾这些。它上面这一盘肉，我刚才才发现的，也是超多的。你们两个可以吗？加油！这看起来很棒哎，它这个花纹超漂亮的。
我来看一下哦，这边这个鱼看起来真的，它的这个鱼看起来很不错，这应该是类似鲷鱼，它里面还有鲑鱼。其实看到这个小肥牛，哦，这很漂亮，它的纹路好漂亮。各位，我推荐他大家来啊，一定要点这个蛤蜊蒜头鸡汤，很好吃哦，完全没沾酱，太夸张。鸡腿丁超大，鸡腿肉超软嫩的，它里面还有点粉色粉色的，加上那个蒜头那个爆炒的香味超棒。哇，这个是小肥牛，哇，好酷啊！它牛肉的油脂很香，然后。它的牛肉你完全没有沾酱哦，光是它这个蒜头鸡腿的这个汤头，咸味超重的，哇，那整个里面都是蒜味跟咸味，像，然后你的那个好了，先把一些蛤蜊捞起来，要不然你没办法煮肉啊，它的蛤蜊太多了，哇，超夸张的，肉食动物啊，你知道吗？要趁热吃啊，趁热吃。你的起司锅 ，OK， 好吃啊！我觉得他这家强就强在说，他本身汤头就很讲究，所以你根本不用加蘸酱。我们拿蘸酱来，其实我都没在用。他本身味道就很够。那个蛤蜊超大颗的，哇！你要吃那蛤蜊超鲜的，超鲜的，超级鲜的，而且有水泡的蛤蜊。这个分量应该是你的两倍多吧？真的，你那个蛤蜊是我两，而且你这一锅喝下去，应该等于说喝了一个月的现金了。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这很适合带女朋友来。女朋友什么都想吃，你就是弄这个选择障碍就对了，什么都可以给她吃。恭请龙虾入狱，哦，很大只哎，洗澡喽，就塞不下去，哇哇，洗澡了。哇哦！哇，整块拉起来可以吗？哇！哇，龙虾肉耶！Q 的，好吃，它没有散掉，没有臭臭味。很多龙虾有一种龙虾味，它这个完全没有那个腥味，好吃。哇，很大哦！哇，吃吃吃，超级。就是它完全没有那个海的那种腥味哈。好，那今天我们这一间的话，前面介绍就到这边，那我们要继续吃了。这一间的话，我很推的是它的这个蒜头的鸡腿蛤蜊锅哦，当然麻油，它都用那个麻油爆过，味道真的很够，不用再沾酱。那刚刚它的那个蔡明哲那个蛤蜊锅也很棒，是不是超级多？它蛤蜊多到爆掉了。而且它主要是它的蛤蜊每一个都基本上我目前还没有吃到有什么沙或什么，全部每一个都是有那种大水泡的，很鲜很鲜。然后它的那个活动的话，好像是从三月初开始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什么钞票的那个活动啊，你要来之前你可以先问一下，打电话问一下店家活动的规则跟活动的期限，哦，以免扑空。基本上我觉得他这家真的是很棒，我会把店家资讯放在影片底下，如果你有喜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咯，拜拜。